好拉，这个拉把鱼给来了，我多了。来来来来，我们这边一集团老猛的，有泰坦，有死哥，有万豪，都是一集团猛的。放个眼看一下，待会就知道南山月没来偷野。先排除一下，看有没小偷。来了来了，我们红 buff 的也没看到他前面，所以他就一定会搞事儿。我这样耽误了个20秒，可以。刷完了，直接进野去抓男枪，他才三级，死哥刷野很快的，他应该在打蓝，留个惩戒再抢他野怪，刷这么慢，打了蛤蟆蓝没打，感觉他在我们野区里面，但是他才三级，我不怕他，他应该进我们野区了。这狗熊没血。这么打感觉还是得带虚弱，感觉不带虚弱差点意思啊，这不带虚弱可以给他追到死，三个头的男枪。这把有点难了，下路还有闪现在，龙应该没了，他打完龙应该还会再进一下我们蓝区了，跟他互换一下野区好了。直接打先锋，打完去中路丢一下，换野了好像。1000血，哎，还是我的，那可以接受。把野蛋给他烧死了，我8级他6级，那能接受，这太能接受了。这男将还故意障眼法，不知道他是应该是放眼了。我打慢点，我过来了。走不了，飞子过来了。
等他把 E 交了。但是伤害可能会少一点，没黑暗收割了。果然少了一，就差个黑暗收割。我这个上半区我都不敢去啊，看得有点吓人。他只要闪现了，还行，晃了，可以杀的。哎，可以起飞爆金币了，我这不有表可以卖一下。直接进来卖就好了。双杀，死不死没关系，伤害打出来能杀对面就可以。算了，我去守塔吧，应该打过了。其实可以抓一下狗熊啊，上个塔他估计得吃，上个塔钱比较多，赶紧升个16，感觉这两级 RCD 还是有点久啊。男枪也进来了，这是一抹刀子，他都闪。感觉可以大龙了，这波万豪杀了一个可以。金身拖一下，能不死还是别死，赶紧补啊！嗯，那小炮刚才第一时间不把伤害给机器人就好了，我其实二已经杀了他了，推到脸上去，还让他把卢仙杀了，给他回了一口血。好拉，这一个拉把鱼给来让我躲了，异曲同工之妙，抓个四郎，这把应该拿下了。众所周知啊，英雄联盟的四大后期之一死哥就有这样一席啊，16级的死哥，我只能说懂的都懂。待会说最后还是要卖的，主要是没别的装备出了，囤点钱再买个银叶。哎，好像没划走。两个技能全开了，可以打龙了感觉。我的技能一直在烧对面。谁给他救了？靠，小炮给他推开干嘛呀？还有个表，小炮给他救了呀！我去，买蹲一个，蹲一个，待会龙魂他们肯定要来的，马上就有人来了。被看到了，被看到，换个边蹲嘛。
让 Q 给他抬走。我直接开大耗下血打断一下，然后我们先打龙再走。两个影魔刀，哎呀，差不多可以结束了呀，我想上厕所了呀，憋尿局，不能再吓呆了，再吓呆了龙要没了，待会他们吃个大龙 buff 家也守不住的。可以，这不好拉，秒了一个巨翼轰拳，好像是翻了这样的，直接老规矩开二帮队友补伤害，待会他就打得过。哎，这个霞海死了，可以先不打吧，等个大来拖一下，拖一下，拖点时间，我惩戒没好的，这南墙也没过来。哎，这狗熊不是被卖了这样子，等于我往前面冲一下，吓到对面，我大快好了，一定要吓一下狗熊。好，可以开大，他死了，让他走几步回家再晚一点了，还是毙掉了吗？这两个射手在拆上呢，有这个万豪泰坦砍在前面，满满的安全感。这万豪这两波先拉秒了一个很关键，龙魂决意雌雄了，可以，很关键，都把南墙做掉了，又炸死了一个，又压个起身，很关键很关键，这不先杀一个炸死一个，再压个起身一个，三个，这还是一个水龙魂，四水龙，这万豪泰坦舒服的一根本死不了，配上这个万豪的被动，沙场豪情疯狂回血。别搞了，别搞，我不理你了，你这样搞我走了，我可以去卖一下，其实我就让他拉我，让机器人把我拉到人堆里面去，然后我再开金身，死了都无所谓，我只要一探到对面人就，怎么又是这小炮啊，懒驴上磨屎尿多，真的直接消耗一波全部半血了。可以一波了，这万豪很关键，这 W 闪，打我干嘛呢？死不死无所谓的，也点了，哇，这一直都在回，疯狂回两百多，看到没？突然回了一下两百多，一个两百多，一个六十多，一直都在跳，给他一口大回血，两百多直接整上了。先上个厕所来 ，crazy 上单小炮伤害最低，这你敢信？还不如泰坦呢。